哇！啊，完了，下去了，靠腰！啊，哎，还好还在。哇，你这小了，弓着，提起来要掉了。哎呀，这次没掉。哇，玉溪实在太漂亮了，风景太好了，这样看起来又舒服哦。那边还有个小瀑布，大姐姐啊，今天是3点多就要往下走，可能3点就要往下走。摘一点这个草来垫盆子。把这叶子洗一洗，火不用太大，看那都会晒啊。烤起来，给卡撑搭呛，然后一个鸡腿排。哦，来山里面哈、哦，要带这种油脂比较高的，一来比较不会饿，再来就是生火啊，油滴下去比较容易生火。哇，火一来，我的串子就断掉了。没过后只要生气啊。刚刚那个人他也有看我的频道，所以说要找我应该没啥困难吧，现在人都拄着我，今仔日两个嘛拢有看。好了啦，安尼就赞了，先赞了。这个鸡屁股都烤断了，什么拢断去？只有这只前面还好。哦，准备开吃啊！人生就是吃啦。先吃个鸡腿排。鸡腿排百吃不腻。刚刚又来两个人，他有看到我那个扣把说你用大麦虫，所以他也知道那个是大麦虫啊，应该有看我的影片。吃个鸡屁股吧。下次来阿姨西要辛苦一点，多带一罐啤酒哦，我今天没到零。太假了，比如一罐不够。陆续来了三组人呢，都说这边鱼很少，其实我看真的是很多啊。那里烤肉那里哦，瀑布那边的翻都是20几的，现在都在翻啊。真螃蟹虾子超多的，被龙抓到出来、可能我刚刚洗手油的哦，龙抓到出来，你看。螃蟹有多咯，然后夹骨头夹起，夹条条，你看，腰贵吧？我讲贵啊，只啊，看嘛是，龙虾，好多啊，全部都螃蟹。这里螃蟹应该是。仅次于姑婆寮溪的多了哦，鬼戏鬼东西。好了，接下来要来生螃蟹啊，顺便拍一下水里摄影，螃蟹超多。下午有点阴天了哈、不过还算天气还算很好了，然后把烤肉的地方打扫一下，下午就。掉下面这一段吧，下午直接下来最下面这个潭吼、你看这个苦花点那么大，你将来有大背吼、不知道怎么拉，如果拉不回来的话，下去的话应该是跨晒了，要看看。对哇吼，不照哦，这家没办法，挖钻进去了，靠腰，挖，一定要马上拉过来。啊，靠腰，谁给他后边？哇塞！哇靠腰！哦，上班。
哇，拜拜拜拜哦，我走走，跟早上那一只差不多大。瘦瘦的，中了，小苦花，冬苦花，下午好像比较不吃，难得中一只，不过下午好像比较大一点。哦，有有有有，来来来，哎，不小哎，哦哦哦哦哦，哎，比我想象中大。啊靠！要 lucky 啊！要你我去！靠要你！爱心美女说：“我躲了一下，两下，哎，中了啦！哦，拜拜拜拜！哎，哦哦，哎，拜拜哦，你很聪明哦，自己过来追，追，哇哩嘞！那呱呱走。”没办法，现在掉了哦，金丝鱼都掉了。哎、欸，不错不错，中了，哇，快没电了，靠腰，下面又是那个瀑布，哇，又照了几万块晒啊，哇塞，哇还钻洞，这次拍完可能就没电了，哇，不准不准你提，哇，这边全部都粗的，刚刚那只更粗，哇哇钻进去，靠腰这里拉不过来，啊完蛋了，哇哇哇，千万不能让它往下，啊，过来过来这里，哦哦，哇哇哇。哇！啊，完了完了完了，下去了，靠腰！啊，哎、欸，还好还在。哇，一个，我以为冲下去就掉了。哇！哇塞！我今天我鱼拢在 lucky 啊，一只卖过 lucky 啊。哇！我没电了，没电了，赶快回来！好呀，没多大，哦，也不小了，弓着弓着弓着，提起来要掉了。哎呀，这次没掉，这次没掉。哎呀，我好像跟他跑好远哦！哇哇哇哇哇，我找不到路回去了。哎呀，呵呵。我好像不是走这里下来的，哎，你的，我的桶，哇，哦，哟，哇，你的，刚刚那一只跑掉，那一只比这只更大，那个力量吓死一人，也是二十几而已，弓着，溜啊啦，哦。哇，大师的大师的，呜呜呜呜，靠压嘞，快冲下去！啊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哇，大师的你看嘞，啊，哇哇，一钻进去，哇你嘞，哇这个拉跑下去我也没办法嘞，哇拉不出来了，哇我干生气，啊！下午四点了，早，下午钓那上面那一段，哦，那个点超漂亮的，应该早点上去。下次来不要在这边，应该直接再上去那里。里面没什么特别的啦，两只苦花比较大一点而已。你看嘛，这钓得到，只有这两只苦花比较大一点而已。上次大家如果有看的话，那个钻到洞里面那一只更大只，哦，那一只连狼钓的钓的呆啊呢，一直下去，不错的啦，像阿玉溪这样子算不错了，哇，真比棒棒了。